一般人来讲，他们的人生当中结婚可能是一个非常巅峰的事情，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应该要好好的策划。可是对于演艺圈的人来讲，平常就常常在表演了，难道求婚也要特别搞一个活动吗？今天就是想要带各位明星一起来回味他们当初的求婚时刻，他们采用的方法，包括有的是声音，有的是影片，然后我们会把这些声音跟影片在康熙来了播出。欢迎各位明星，你们好。欢迎各位。观众才知道你模仿的像不像啊？本来已经坐在这边了。是，他已经坐在这边很久了。是这一团的哪一位？我。你不是在模仿长发那位吗？不是的，不是啦，我是模仿小明。哦 ，OK， 小明你好。小明讲话有这样吗？我是表演的时候比较会。对，有时候上台表演的时候上台，那跟观众一起嗨的时候就会忍不住，观众一直叫着：“谢谢大家，我是小明。”所以你膝盖没办法弯，是不是？现在可以啊。对，因为你的动作都是很僵直的。哦，也是可以，有这种的。哎呀，弹吉他有这种的。他是僵直型的。哦。他都是直风。所以你不喜欢走路的时候抬脚，是不是？抬脚。对。他的舞感跟别人比较不太一样。对。所以你是你们这一团的主唱吗？我们有三个主唱，我跟推机跟妈咪都是主唱。妈咪。嗨，大勇哥，小恩姐，你是主唱。对啊。然后这一团里面好像有一对夫妻档，对，是刚一个多月前诞生的，对不对？对对，刚求婚成功。可是推妻不是男的吗？恭喜，不是女的，是女生。听说你的求婚跟陈汉典有一点关系。他算是我的有一点算媒人哎，因为我是请他帮忙，所以那一次如果没有他，我就没有办法求。所以他当时怎么跟你讲的？那一次就是在一个跨年晚会嘛。那刚好我主持了耶、yeah 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，汉典，我等一下求婚，那你可不可以？我现在有点紧张，但我跟那个推机在一起，我就什么都不清楚了。”那他就说：“那个汉典，你想要我们救你，请我帮忙嘛？就是说你可不可以帮我求婚？”然后我就说 ：“OK 啊。”黄登辉出场的时候，你要怎么介绍黄登辉？啊，就是模仿小天王嘛。对啊？什么啊？那模仿他是模仿黄登辉，不，他是带来一段模仿。对对对，他是表演的嘉宾。如果他是模仿小天王，那你是什么？大天王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模仿天王，没有大。我有点紧张，我觉得我现在你在看我有点紧张，但跟推机在一起，我这样 OK。欧弟呢？啊，欧弟呢？老魔王。对，哎哎对对。對要不要讲的？要不要打电话给欧弟？哎，先不要，请欧弟。先不要，先不要。可是他电话几号？你看没有了吧？你是不是还没有欧弟电话？有，我有电话。可是最近陈汉典一直在那个化妆间抱怨说，跟吴宗宪主持，他完全说不到话。没，要不要打给吴宗宪？要啊。你有他电话吗？我有。有。然后他说吴宗宪跟欧汉生都把他的台词抢光了。没有，不是。然后我就说，那你干嘛还要主持？他说就为了赚那点臭钱。没有。我最好会这样讲。你刚刚讲这话，我想到哎，因为他每一次接那个跨年晚会，他要说老子宁愿在家里面跟别人赌钱，要不是为了一点臭钱，干嘛去主持跨年晚会、啊？对，你也听过吗？对，我们三个有这么熟吗？私底下会跟你们讲那么多吗？我们有在墙上挖洞通到你啊，那我就 OK 了。所以你主持跨年那一次，就是黄登辉求婚的那个是几年前？那个是刚好是百年，大概三年前。我觉得他少了每个女生都要的那个部分， okay, 那个记忆。因为如果他别人问他说，哎、欸，那老公当时我跟你求婚，阿德怀孕，阿德结婚啊，然后就觉得很落差，然后就想说这个一定要补给他。然后刚好汉典自己好朋友自己熟，然后就请他帮忙。今天的明星求婚的手法当中，广播当中求婚这件事情很奇怪哎。
广播听起来就比较没有那么大型哎。嗯，对，像登威他会想说。听得到那段广播吗？啊，听得到啊，听得到啊。我们可以播那段广播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有留下来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都可以听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，我要听这段广播求婚。喂。哎，你在干嘛？没有啊。啊，没有啊。亚兰，昌明他有话要告诉你。哎呦，四年来。这个谢谢你啊，那么直接，在我让你这个忍受很多委屈，对你不好，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让你有很多不安全感之余，你还能够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呢。那希望我们能够相爱 N 辈子，然后不是只有在这一世就能够了结了我们的姻缘跟缘分。了结。但是这是这个绝对不是一个人可以办到，这是需要两个人共许终身，然后彼此信任的互托给对方，才有办法可以达成的事情。讲课啊！所以这个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太神了吧！就这样而已，我没有戒指，连一块钱都没花到。这是他节目里的那个 call out 吗？他广播的 call out。侯湘明本人主持。对对对对，他用他自己主持的时间打电话给你求婚。对对对，其实他本来是不愿意的，因为我强迫他说你要跟我求婚。侯湘明的搭档的女生是谢丽金，阿金姐。然后听起来是谢丽金在催促侯湘明做件事，还是侯湘明只是在演？他很犹豫，要不要？不是，其实他是不愿意的，因为之前我叫他跟我求婚，他就说好嘛，因为他很直白，他说你喜欢哪一种求婚方式，你跟我说。我说那叫我讲哎，我说那不然你就在餐厅里面包一个餐厅，然后拿一束玫瑰花下跪跟我求婚。是，他就说他不要，他觉得很丢脸。OK， 我就说那不然你就在广播啊，他说我才不要嘞，公器私用，他就这样跟我讲。这是我听过最不感人的求婚的，因为通常我只要看到求婚或听到求婚的过程，我一定会哭。可是因为他本来是不愿意。严丽婷，你先生是提亲？他在那个达新唯一年冠军的那个庆功宴上求婚。你先生的球队唯一一次冠军的时候。对。然后他那一年他当时有立志说要在他的球队冠军，他才要求婚吗？也没有，可是因为他那一年是他现在目前为止是高峰，最辉煌的一次。因为那一年他就刚好双料 MVP， 所以那一场庆功宴他是亮点。他在那一年跟你求婚后，隔了多久向你爸爸妈妈提亲？其实那一场求婚我真的不把他当一回事，因为我到现在都觉得他是被拱的。因为当时我是自己安排。对，当时我们是第一对啦，就在我们拱完之后，后面陆续就。三四对就一直在那边求婚，对，所以那一场就感觉是那种拱结婚的一个集体拱结婚。对，当时你们交往多久了？那时候四年。四年不是也还算 OK 了吗？求婚。可是我就觉得这种事是要自己来策划，而不是大家说哎快点。所以他当时是喝醉被队友。他不会喝酒，他就是因为我在旁边，我们是在一个高级的那个火锅店。嗯。然后他就，我就忽然听到那个中台那中间有个广场就很吵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哎，丽婷，你过去看一下这样。”然后就被推进去，然后那些高头大马球员就在那边鬼叫啊、尖叫，说：“求婚，求婚！”我想说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对。然后他就一副也很害臊那样，好像准备要做这件事。然后我当下就很震惊啊，可是旁边那种气氛，我就觉得这一定不是他策划。因为听起来好像就是大家随便就是被拱，可是他事后就很生气跟我说：“你又知道不是我叫他们拱。”嘴硬耶，嘴怎么？到底是不是他叫他们拱的呢？他到现在都不承认。因为如果那一天他们达信没有得冠军，他不是双料 MVP 的话，他可能就没有心情求婚呢。我也是这么想。那如果达信一直没有得冠军，就一直不求婚吗？有可能再拖个几年呢。因为万一输球，谁还有心情求婚？是啊，然后那些球员也没有心情拱啊。是，所以那天就是因为情绪，就是大家都很亢奋。所以你觉得是出于嗨而做的事情？是，但是当场还是感动的原因，是因为他这个人就是很木讷。那天起码100多个人，他就是在那么多人面前，他愿意讲他心里话，然后还就单膝下跪这样。哦，那所以他那段话是感觉是真的写下来背起来的吗？
他没有背，因为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讲什么，因为临时的，临时发挥，临时发挥，然后也没有花跟戒指。都没有，是那个戒指，就是旁边那个可乐的瓶盖。哦，那真的是被拱，就凑上来，然后说快点快点这样。因为像小明他们那种，就是真的是精心策划。对啊，他这个就是被拱的。是可能贝斯手也不好意思违背主唱大人的意思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是真心的。可是其实在那一天之前，我有跟他聊过，说如果要结婚，我希望你是在球场上跟我求婚。啊，你旁边人做到，他没有做到哎。我旁边人就诺哥是球场的球场，对耶，球场，那还是我们就不要谈，又生气啊。张志峰向严丽婷求婚被拒，两人当场抱头痛哭。其实他这个求婚网我是没有答应，然后那时候我刚进这一行，就是刚踏进来，他就很失望，然后那天我们就上演了抱头痛哭的戏。哭完之后我真的还是觉得说那不然就分手。如果我那扇门真的打开，我今天也不会坐在这里。在家，在家。